各位同学好，欢迎进入第九课的学习。上节课中，我们重点学习了手腕断奏的钢琴演奏方式，巩固了双音的弹奏。那么在这节课中呢，我们主要通过学习乐曲《黄鼠狼逃跑了》、《拽步舞》，认识连线、二音连线和三音连线，了解音阶。下面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上节课学习到的内容，请同学们跟着老师一起来弹奏一遍《有些人》《动物展览员》以及《哈农指法练习一》。弹奏手腕断奏的要领，同学们还能记得吗？我们触键的时候要迅速的触键，然后呢，通过手腕去带动手指，迅速的回弹离开键盘。抬起手指的时候呢，我们的手指在空中就可以进行一个调节和放松。那么就请跟着老师一起来练习一遍吧。我们来看到有些人，书上第七页，注意左右手的配合。下面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哈农。那么在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呢，我们需要去注意它的指法，并且采用慢速来进行练习。下面同学们跟着老师一起来弹奏一遍吧。Thank you.
们把书翻到第12页，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连线。在之前的课程中呢，我们已经认识了连荫线。连荫线也叫连线，它是一根弧线。用连荫线连接的不同音高的音符呢，我们应该连贯的、圆滑的进行弹奏。用连荫线连接相同音高的音符呢，我们应该保留相同音高音符的时值，只弹奏一次。就像这样，比如说连接了两个四分音符的哆，那么我们就一、二，只弹奏一次，保留两拍，一、二。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二音连线。二音连线是下方包含两个音符的连线，这样的连线呢，我们叫做二音连线，就像我们书上第12页的琴谱所示的那样。二音连线的弹奏要连贯圆滑，其实连奏的过程呢，就跟我们的呼气和吸气的过程很像。我们手指下落的过程是我们呼气的过程，而我们手指上提的过程呢，就是我们吸气的过程。在二音连线的弹奏中呢，我们要牢记两个词，一个是落下，一个是提起。老师用第十二页的琴谱的第一小节来给大家讲解吧。连线连接了两个音，一个是嗦，一个是拉。那弹奏这两个音的时候呢，我们必须连贯的进行弹奏。首先，我们的手指下落，一指下落弹嗦，下落。这个时候下落的过程中呢，我们的手臂是轻柔的落下，就像这样，轻柔的落下。然后我们弹第二个音的时候，手臂带动，手腕抬起来，并且我们的二指呢也抬起来，然后呢下落。下落的同时，我们抬起一指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再通过手臂的抬起，将二指抬起。在整个过程中呢，我们的手腕始终都是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去进行弹奏的。同学们再来看一遍，手臂轻柔的下落，弹下嗦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手臂、大臂带动，提起我们的手腕，然后呢，二指抬起，弹下拉，弹下拉的同时，我们的一指抬了起来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手臂和手都向内向上提起，然后松开二指，提起松开二指，这样呢，我们就完成了二音连线的弹奏。老师再给大家演示一遍，提起，弹下，整个提起来。在弹奏的过程中呢，同学们只需要记住两个词，落下，提起，落下，提起。这样呢，就自然而然的可以把我们的二音连线给弹出来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左手部分。左手部分的二音连线同右手部分的弹奏要领是一样的，我们心中也是牢记落下和提起两个词语。下落的时候，手臂轻柔的落下，弹第二个音的时候呢，我们的手臂和手向上向内提起，提起，好，这样呢就完成了二音连线的弹奏。我们再来看一遍，落下，然后呢通过大臂去带动提起。下面我们来看一遍左手部分。
的手腕始终是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。整个音呢都是非常的连贯圆滑的弹奏。好了同学们，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十三页的黄鼠狼逃跑了。这首歌曲中呢，主要也就是训练我们的二音连线的弹奏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右手的部分。我们左手部分就弹奏完了，那么下面呢，老师把左手和右手合在一起给同学们演示一遍。在练习的时候一定要去注意体会手部的放松。下面我们把书翻到十八页来学习三音连线。我们看到这首乐曲拽步舞的第二小节，同学们看见连音线呢连接了三个音，像这样一条连音线连接三个音呢，这就叫做三音连线。弹三音连线的时候，我们弹奏第一个音的时候，我们的手臂也是同二音连线一样轻柔的落下。第二个音呢，用手连贯的进行衔接，像老师之前讲过的，弹下第二个音，迅速的抬起，弹奏第一个音的手指，然后呢，再去弹奏第三个音。弹奏第三个音的时候，我们的手臂呢，也是向内向上提起我们的手。下面我们就来弹奏一遍右手部分，提起放松，放松，同学们，右手部分老师就弹奏完了。
那么下面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左手部分。左手部分主要涉及到是跳音的练习。跳音呢，老师在之前的课中已经讲过了。我们手指触键的同时呢，反弹，然后迅速的离开琴键，手呢就像一个小锤一样，轻轻的去敲击琴键，然后呢迅速的去离开。下面我们来弹奏一遍左手的部分。休止符的地方注意休息。注意指法。我们的左手和右手分开练习就练习完了。下面呢，老师将左手和右手合在一起来弹奏一遍。逐步加快练习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去注意我们左手和右手的指法。